这个也很棒。Луна нам светит ярко, обгоняет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徐温。早上好，中国，我是卡琳娜。现在早上5:30左右。我们今天要去大理，因为我有些工作要在那里处理。大家一直推荐我们去大理玩一玩，刚好。是的，刚好，真巧。对，然后开放了，我们也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这个过程。对，怎么做？你们看一下，什么都不用了，扫码那个点卡吗？所以啥都没有，所以简单的多了。方便吧？不需要扫码，什么都不要，咚咚咚，好开心。看一下卡琳的护照可不可以用这种自助？不对不对不对，塞进去试一下。哦，请等待。哦，可以。我的天！我们以前以为不行，然后自选座位就可以了。自选座位。对。自选座位。对，自选座位。不符合自助乘机要求，我的天啊，那就只能去那里，可能是万一我们坐的不在一起，没事，机选座位看一下。同意打印机，打印机，但是万一我们坐的不在一起。好，很方便了，下次你就一个人就知道怎么弄了。nice， 又学了一个新的。好吧，我们要排队。走。虽然现在是5:00，但是人很多。Oh my gosh! Oh my gosh! 为什么这里的风那么大？大力欢迎我吗？我们来了哪里？我们到了哪里？啊！马上就开始翻键盘了。好爽！好舒服，极好。我们住的酒店。老板娘有只猫，这里面是鸭子还是什么？这个黑色的是鸭子，黑色的是海鸥。车出去方便吗？就是去市里啊。这边有车直达那个火车站。哦。那你要去哪些地方吗？是想出去玩还是出去玩？出去玩的话，我建议你租个车吧，或者租个车包车都行。你想不想开的话，包车都行。租个车自己开车要方便一些。哒哒，我们到了我们的房间。Oh my god！ 天冷。不好意思大家，昨天没有睡好，我感觉有点晕车，晕车。但是外面的风景真的好棒，这就是。哎呀，在中国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，确实。怪不得大家一直让我们来大理，漂亮，好漂亮，真的就是风景美如画。我记得我们在土耳其，在卡巴多奇亚也有，就是酒店，特别棒的景色。哇、哦，这个也很棒。这样。对，好。哦，出发。这样吧，也合理。哎，合理。那我要调整好镜子，因为出发的时候要注意。好的。注意安全。大家都说要到洱海享受这个景色，最好开一点拼车。对，但是要注意安全哦，戴好头盔。所以你不要看镜子，不要看摄像头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换个司机，有点重，又回到了我们刚开始的感觉了。卡大爷的快乐生活，老司机，老司机，老司机，这个风，我还跟不上了。Пусть луна нам светит ярко, обгоняем иномарку, везу девочку в подарок。这个时候，你的闺蜜格丽娜就应该听得懂你唱什么歌。我的闺蜜肯定。Карина, ты понимаешь? Это да. 我当然是很喜欢，但是确实前面很冷。
源泉。新鲜的空气。然后我爱吃冰淇淋。早上好，中国。我爱吃冰淇淋，我把你冻死。两个礼拜一泡。两个礼拜一泡。这广告。他们没有给我付钱。老外在大理洱海开店逼车，路上小心。对，老婆，请你喝牛奶，新鲜的，现榨的。就闻到冷空气的味道，没有闻到花的味道。